精彩。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。那么在周五的时间收完盘以后，投资朋友你仔细想想看，这个礼拜又过去了，大盘小跌65点，跌不多，你手上股票有没有获利？在上个礼拜天我在全省跟大家分享的股票，这个礼拜涨10几%。说真的，我带着投资朋友，我在朝一个方向努力，每周 Lucky 7。 如何真正做到每周 Lucky 7呢？我希望我的家族们照我的指令，真正把一些弱势的股票去换到强势的族群。就像投资朋友你自己也是一样，11月营收公告了，现在很多明年的展望都出来了，你手上的股票明年有没有成长机会，有没有获利机会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说你要不要换股？马上1月底农历年之前，你怎么样帮助自己在股票市场上赚个大红包，赚个年终奖金，自己来打拼，不要一直期待指数。真的很多个股操作是跟指数没有关系的。投资朋友，我在节目上我告诉你说，怎么样在封关之前帮助你自己累积财富，周周 Lucky 7，金鸡年大红包怎么样掌握？听好哦，我一开始就讲重点。这一周的周末我没有办讲座，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全省我都没有办讲座，但是我把讲座就跟上礼拜一样，我最看好的股票分享给你。怎么样分享呢？投资朋友，来，金鸡大红包，第一只红包股，这档股票11月营收月增年增，我不是看营收月增年增我就去买它，我要看的是明年大爆发力。来电把握这个机会，第一支红包股这一档，让我跟你一起来分享。你说马老师，这档股票是什么股票？投资朋友，你再仔细看，前两天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台盛科、环球金、中沙都在大涨，下一档，下一档，受惠大陆12寸晶圆厂陆续要量产，它还没有发酵，其他都已经发酵了，崇越也发酵了，它还没有发酵，它接获了10座12寸晶圆厂的订单，你说它有没有爆发力？有没有？台盛科礼拜五又在创新高，环球金礼拜五继续涨，中沙继续涨，这档股票礼拜四涨，礼拜五涨，涨幅都还算很小，真的涨幅都还算很小。很多投资朋友说，马老师，这只股票真的会涨吗？当你有这个怀疑的时候，想一想，从8月份、9月份、10月份、11月份，我在节目上一直告诉你，很多位阶在4000点、3600点、6600点位阶的股票，你要不要买？你说你不买，你不要，股票还没有涨，还没有动满，别人都是叫你去追涨停板的股票，我真的不喜欢带你去追涨停板。来，这档股票，这档股票，第一只红包股，它的位阶基本面的爆发性，它是12寸晶圆厂，12寸晶圆厂陆续量产的受惠股，基本面我帮你找好了，周末当作现场演讲一样分享给你，基本面我都帮你找好了，那技术面呢？来，绝对没有什么大涨股票，什么涨50%、1倍叫你去追，绝对还没有大涨，这是礼拜三告诉你，礼拜四小涨，礼拜五小涨，还很客气啦，小涨一点点而已，位阶6600点，你要不要掌握？我不是那种天天送股票给你的，上个礼拜全省投资朋友你都见证到了，
上礼拜全省投资朋友，你看到我跟你推荐一档股票，这个礼拜大盘跌65点，它涨了十几趴。你说上礼拜天全省高雄台中新竹投资朋友你都见证 i8 OLED 的受惠股， iPhone 8 OLED 的受惠股，有没有？我说是5100点的位阶，5100点的位阶。我当时讲，我还在节目上把周线架构给你看。11月的营收，月增10%，年增73%，有没有跟你说？这档股票上礼拜四还有礼拜天全部公开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量价攻击。你说马老师，哇，大量带黑 K 不好哎。礼拜天，上礼拜天，高雄、台中、新竹，全省的投资朋友，你都可以做见证，是不是直接跟你分享？我没有盖牌。礼拜一来，大盘跌4点，涨。礼拜二大盘涨32点，涨4%多。礼拜三稍微小回，结果呢？你看到 OLED 受惠股礼拜四涨停板，今天小压回哦。到礼拜四14.3%，礼拜五小压回还是买，压回洗盘是买点，高点已经突破了上一周长黑大量的位置，你说可不可以进场？这是上礼拜，上礼拜我在全省现场跟你分享的内容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个礼拜涨10几%，投资朋友，来再一个，我再让你看一次，6600点的位阶，整理一年半，这是一年半的大底，还没有发动，股价礼拜四、礼拜五小涨一些些，36开头，基本面、技术面，甚至产业的爆发性，来，是不是我都帮你找好了？它是12寸晶圆厂相关的受惠股，怎么把握？很简单，一通电话，你就可以分享到，真正能够掌握这个机会。我知道今天电话会很多，投资朋友，周末时间里面，你放心，我们全省的投资朋友呢，你都可以来分享。但是电话多的时候，你要有耐心一点，稍微等待一下。我的线上助理一定会跟你做分享，关键你怎么掌握这些个股呢？就好像礼拜一我在节目上讲的个股啊，你说不相信，马老师你真的选股太强了。礼拜一我说11月营收年增超过40%，12月的强攻股，你不相信。礼拜一你不相信，这档股票是不是礼拜一的图形原稿？来，礼拜二基本面的利多我都讲给你听，为什么看好它？今天礼拜五涨停板，这个礼拜2只半的 Lucky Seven， 很难吗？看你怎么做，看你的老师怎么选股。是不是我在节目上都跟你预告？不是说今天涨停板才跟你讲。来来来，礼拜一有没有跟你预告买点？礼拜一买点，结果呢？礼拜二继续涨，到礼拜五马上涨停板，不是一只 Lucky Seven 啊！这个礼拜它涨了2只半以上。2只半的 Lucky Seven 很难吗？投资朋友，就像投资朋友，你看到这个礼拜，哇，马老师真的耶，好多分析都在讲台盛科、讲环球金、讲中沙，对，这都是这个礼拜最强势的股票，是不是早就跟你讲？10月31号第一根起涨以来，来来来，你看看台盛科，
10月31号、11月11号，大盘跌200点，我再买，有没有？甚至来，中沙收盘价又创新高，6488环球金收盘价又创新高。那下一档呢？在这里，下一档在这里，我直接跟你分享这个机会，代号36开头。36开头股票很多啊，你不用猜，你想知道的中场资讯，一通电话帮助你掌握第一支的红包股，它的位阶最精彩。我说基本面我都帮你过滤好了，最重要的重点它的位阶，它不是那种大涨一段，有没有大涨一段叫你去追，不是，一年半的大底，就等待明年14座12寸厂量产开出。你说一年半的大底，我马老师不会害你啊，一年半的大底，说真的，不管你资金大小，你是30万、50万还是200万、300万，要买绝对可以买得到。但是我不希望你用市价去追涨停板，市价追涨停板，哇，每个都去买涨停板，那真的可能大家都买不到。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？不要说它发动大涨了你才去追，类似这种现象我在节目上已经印证过很多次。上礼拜天最明显的例子，上礼拜天说马老师这根黑 K 带大量啊，好像要结束了，这个礼拜过高大涨10几%，这个礼拜高点过高收盘价大涨10几%。全省投资朋友，上礼拜天高雄、台中、新竹你都可以做见证，是不是跟你分享 I8 OLED 受惠股的第一档就是它，就是它，这个礼拜大涨10几%。那接下来重点呢，我说我这个礼拜我没有去办全省讲座，但是我跟你分享6600点位阶受惠大陆5兆的投资，明后年开出，他凹了1年半，我不是叫你一直抱抱抱抱抱一年半呢，要发动了，这个礼拜一直有单在吃货，我告诉你，中场资讯，一通电话，把握住农历年前掌握的好机会，马上回来。我摸了，对的，摸准，对的，好。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，又可当公关秘书，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，更可当采访记者。因1111有多种履历，凸显他多元的才华。更有一分钟动履历，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。1111人力银行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打击害虫，看我的！鳄鱼水针式杀螨灭蟑剂，铺水段立即使用。啊！蟑螂哪里逃？消灭害虫，远离过敏源。鳄鱼水针式杀螨灭蟑剂，安全有效。鳄鱼保护您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。
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。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，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，超强活力又节能，大火炒菜味道好，油烟一点都跑不掉。猪家唔加扣扣扫哦，碗盘洗好 ，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。加猪贵哥，奶奶去洗辛苦，放轻松。早咖五 HCG， 行行拢熟悉，厨房五宝 HCG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亚洲之星，投资朋友，再一个多月，马上要过农历年了，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在股票市场上赚到股市的年终奖金，赚到股市过年的大红包？绝对不是乱放空啊，也不是这边猜指数。我告诉你，接下来指数越来越精彩。但是我告诉你呢，重点不是在指数股，而是在真正有潜力的个股上。我一直告诉大家，我马老师呢，很努力、很认真的帮助我的家族，每周去拼 Lucky Seven， 每周去拼 Lucky Seven。我说金鸡大红包，你真的要掌握来。这个礼拜我没有办全省讲座，我都没有办讲座。投资朋友，直接跟你分享，一通电话，我把这些个股真的都整理好了。我说，包含了技术面，6600点的位阶，谁能够告诉你，整理一年半，基本面确实都成长了，有没有？基本面连11月营收都开始创次高了，11月营收开始起来，这个礼拜真的有人在吃货，一直在吃货，要发动了。什么样的产业？来，你再看一次。全市场都在讲台盛科、讲环球金、讲中沙的时候，我请你注意这一档。台盛科涨了90%多，快一倍了耶。环球金、中沙你都看到，什么理由？很多分析还讲不出这个理由哎。基本面谁最知道？我不是现在讲，我说我的隐形冠军操盘术这个方法，买起涨、买洗盘、买主升你都知道。那过去呢，来回顾一下，8月1号冰川，我说4000点的位阶，有没有？冰川4000点的位阶，那个时候13.05，涨升上来34.65，好多分析在这里讲1.6倍，跟我之间的差距1.6倍。你再看，我不是只有一档股票，我今年很多代表作啊，光弘在8月16号14.25，我公开讲说这档股票。红魔便是受惠股，我在买，在这里，8月16号在这里，演讲会场上先跟你预告拉回是买点，16号公开跟你预告说这个地方要开始发动，还邀10名做见证，1.1倍，我马老师的代表股很多啊，投资朋友，再看看，10月31号。3600点的位阶有没有？台盛科35.25，在这里10月31号，快一倍了，涨到今天66.5，快一倍了。很多分析这个礼拜才讲，我在这里节目上一次一次的给你印证。星象回到11月4号，我说压低吃货，你不相信，因为股价腰斩了，掌声上来，每个都说有形象了。我在这里讲50%，
七个 Lucky Seven， 这些都是你看到甚至你也赚到的标的。投资朋友，星象之后你看到11月11号台盛科拉回的扣讯，拉回的江波点，甚至大盘是重挫200点哦，35.7块我在买，这里洗盘的位置点多少？快一倍了耶！不是只有一档股票，为什么我这一次特别跟你讲，全市场跟你讲说什么台盛科、环球金不知道这个利多，竟然不知道这个利多，这些都大涨了，从月今年也涨很多，涨上来了，只有这一档接到单子还没有反应的，你说，来来来，再看一次，是不是复制成功的方法？礼拜四、礼拜五小涨，真的都还小涨，高底都还没有突破。你看到它的11月营收，月增 16%， 年增 28%， 股价一年半的平台大底，一年半的平台大底，你说要不要把握？真的不是只有一只股票啊，投资朋友，你看看环球金今天继续创新高，中沙这个礼拜哇收盘价礼拜五还在创新高，类似这种标的，我昨天跟你讲说法人看好的股票今天过高点，今天过高点，昨天礼拜四的时候还在一直买一直买股票，我都帮你找好了。玉金光上礼拜四告诉你说在洗盘，小心洗你的持股，跟你说它的一个本那个股价比会到哪里，真的到今天这个礼拜 17.5%， 这一波空单市场放空的都在空玉金光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我节目上跟你讲很多次，小心这个控盘手法，你没有经验的不知道，说今年你不要看说今年大盘走势，星象今年的322块融券最后回补322块怎么出现的，这一次的玉金光到礼拜四8900张天天增天天增，空头的老师一直告诉你空单续报，全力加码全力放空，看一看星象怎么嘎空的。当初苹果 iPhone 的手机玉金光最高411块，为什么可以做到411块？礼拜一我跟你讲它只有高点的 26.8%，类似同样的逻辑，凤凰光收敛形态完毕以后，礼拜三我说我在买，礼拜四涨，礼拜五涨，还没有真正冲出去哦。这些股票都是我在节目上一直跟你提醒，我也不希望你去猜，很多江波图、股价的日线图、周线图你都可以去找，但是找到了，我不是叫你替我会员抬轿，我不要你替我会员抬轿。就像真的好股票，我说你想知道的你可以去参考，我不要你来抬轿哦，我先讲明白，我不要你来抬轿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些个股，基本面我说明年大爆发，整个爆发性在哪里，来仔细看好。投资朋友，6600点的位阶，礼拜三我就告诉你6600点的位阶，大盘9368，它在6600。你说礼拜四、礼拜五小涨一点，还没有正式发动，这个价格低价位，不是那种100块、200块的股价，你绝对买得起。但是我不要你去试价追涨停板，听好，真正好股票，跟上我的资讯，而不是自己。哎，马老师讲的好像很有道理，马老师讲的股票真的都很强，然后呢自己就试驾去追涨停，说真的就算下礼拜亮灯涨停板我也不要你追，我要你是在之前礼拜三我就告诉你好股票要把握机会，礼拜四小涨，礼拜五小涨，它的产业基本面，这个礼拜全市场都在讲台盛科、环球金、中沙，我再跟你讲
下一档是它，还没有涨完哦。这些的题材都是12寸厂，未来大陆有14座，明年后年陆续量产。量产之后，这些晶圆相关的设备材料全部会受惠，大涨，快一倍了，大涨大涨，今年也大涨了，它还没有，为什么还没有？一年半，它打出一年半的大底，想不想知道？不要说下礼拜，就好像市场上看了很多大涨的股票，3532台盛科大涨之后，哇，每个都有。真正在低档10月31号，真正在洗盘11月11号，大盘重挫200点，我带你再进场。节目上给你看过很多次了，甚至还包含上礼拜，来再看一次。这个礼拜一，我告诉你强攻的个股，结果呢？礼拜五涨停板，是不是都印证？关键重点，投资朋友，怎么样把握第一支红包股？周末分享给大家，好好把握中场结束的资讯，基本面、技术面我都帮你过滤好了。它的位阶6600点，名额有限，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，也祝您下周操作顺利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拄开春布田不怕脚手冻，所以还要梳草和抓虫，在我要挂是热天，整个人打到变人干，这样操劳不要怨叹，是祖公阿老的田，较艰苦也袂当放。若开力，拢靠做事了后一杯啊保利达，明仔载开力。保利达币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。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，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作息这么乱，刷体质胃酸酸的，抓你喝水。千山净水电解离子整水器，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，分解出碱性活水，简简单单喝出健康。最懂台湾水质，千山净水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3档个股操作。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，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